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奇侠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09集的节目。今天来给大家做的这款 Kingdom 的组合包呢，由一个 Skywarp 就天欧的一个老鹰形态，还有一款可以变形成地球载具的 Sideswap 所组合成的。然后这个组合包的话呢，可以跟先前给大家做过的那一款由魔龙改磨成钢索，加上一个地球载具幻影的那个组合包，两个外盒呢是可以拼图组合成一个大的一个构图的。但是那一款那个玩具盒呢，因为我现在录影片的那个房间啊，现在在做一个大整修，里头非常的脏乱啊，我还要再进去里头翻箱倒柜啊，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期的话呢，我们就不跳就直接跳过那个盒子的一个介绍了我们就直接呢进到玩具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一款是这个天欧，这一款的话则是一个 Sideswipe。那我们直接了当的呢，先从这个鸟先讲好了啊，先来讲一些关于动物的那一些事情。这个是先前呢不对，应该说即使是到现在也是不太容易去买到了这一个神鹰或者大陆叫做飞剑。那其实两者二选一的话呢，不管是鸟形态或者是人形态啊，或者是个人情怀，人家是女生我都会推荐你呢，如果行有余力的话，你还是入这款神鹰吧啊。这一只天欧的话就对不起你了啊。当然本身它的模具也是不赖了啊，只是说就两者呢，我们先做个简单的对比好了啊。它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头部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螺丝钉，但这个螺丝钉的话呢，在它的身上相对来讲还没那么明显。然后一眼珠子的话，我觉得差别很多啊，这个是水灵的一个鸟眼啊。但这一款的话感觉就这个天欧的这个就非常的卡通化的感觉。然后这个鸟的嘴巴这个黄色这个涂起来有点像是非常2D的感觉。相比较之下的话呢，这一个神鹰就感觉比较有质感的多，身上的一个白色啊，还有一些涂装啊什么的，感觉是显得有一点点容易去偏脏的一个样子。除了说翅膀的话多了这个白色的这个分色之外啊，其他各个部分来说呢，我确实是觉得这一款的这个 Skywarp 完全没有跟这一款神鹰呢做一个竞争的一个感觉啊。这样，这可能是这个翼展展开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这个公的老鹰看上去比较雄壮啊，其他的话呢我认为都是比较居于一个劣势的，比较居于一个劣势。那我们还是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模具啊。首先的话，它这个鸟嘴呢其实是可以张开的啊，但是我这一款的话呢非常的紧啊，头部可以转啊，这个头可以往下看，但是这里会裂开。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漆啊就涂的是比较不是那么样的漂亮的。然后翅膀的话呢，可动的话呢算相当可以的了啊，还可以往内折一点点。那么脚的话呢，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啊，脚爪的话前方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鸟爪的一个涂装。后面这个尾巴你想要翘起来也可以按下去啊，也没有问题啊。后面的话呢露线比较大啊，这个模具的话呢本身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就在这里。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鸟形态的一个比较吧啊。我的话呢还是那个话啊，就如果你行有余力的话呢，买到这一款飞剑或者是叫做神鹰的话呢也就足够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来示范这一款天欧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腿的话呢内侧的话呢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把它给松开啊，两侧都是有的，把它给松开。然后呢脚的话呢先给往下打直，之后的话呢把这个腰转180度啊，然后这个炮弹的话呢待会是要放到手上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把它给取下来。这个时候的话呢可以把这个外摆内收旋转180度啊，这一款这里非常的紧啊，再把脚掌也翻180度，这里也是一样，这一边的翻转就比较正常一点点啊，另外一侧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啊。手臂从这个腰间呢、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卡扣的，把它给松开来，直接手臂往外翻出去就可以了，翻出去。再来的话呢，背包的话呢这里有个卡扣哦，我们从这个地方往下压啊，基本上它就可以松开了，从这个地方压下去啊，它这里就松开了。然后呢这个部件把它给打开，我们先把这个头的话呢做一个翻转了，这样子把它给翻出去。好，整个翻正之后啊，头会是这个形状啊，这个时候把它给转过来翻到前方来。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个后面的背包的话呢卡下来，利用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往下面卡下来到这，然后呢背包的话呢给扣上去啊。扣的时候呢上面这个凸啊就没有东西扣了，就把它放下来。那么如此这般的话呢，这一款天欧 Skywarp 变形过程呢就算 OK 了啊。我们再把这个白色的这个炮弹给放到
手甲上面去。好的，那么这个变形过程呢也就算大功告成了。那么这款模具的话呢，头的球形关节啊，手臂360度的转动没有问题，拳头不能转啊，腰的话可以转，脚前后左右踢，外摆内收啊都没有问题啊，算是比较好的。那关节紧实度也很好，一体性非常好，翅膀也完全不会松动啊。它的做工来说，以握手上这一款的话呢，除了这个地方啊特别紧之外，它跟这个之前的那一款神鹰啊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那背包有时候的话，就由于翅膀的关系会显得稍微过重一些。那我们直接了当了，做个简单的对比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哦，先前的这款神鹰啊，这个有如这个天空神荷鲁斯一样漂亮帅气的头盔啊，为什么你变得这么搞笑呢？就是一整个2D 好像什么，就是一整个搞笑版的一个样子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什么致敬了，但是在我看来，你这个头雕就是输人家输的多了啊。而且人家是女生哎，然后你这个那位 OK， 反正我就觉得就是很搞笑的一个头部，然后身上的白色啊，就这个漆面确实有待加强啊。不过，反正就只要是白色的部分，很多是涂装的，真的是感觉是比较容易脏掉。包括这个地方这个灰啊，这个棕色也是涂装的。那么真正的白色的塑胶件可能就是这个小腿这一带，那么其他的话呢，就哎呦看一下啊。分色来说后面可能分色来说后面是稍微赢一点，但是以这个脚的话，您可以看到啊，这个神鹰的话可以说是你看大腿上面还有一个橘色的一个分色，然后小腿跟这个对，然后子弹金色的子弹跟手臂也是有不同的分色，这个只是白色全部混在一块啊，零零总总加起来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呢，你还是买这款啊神鹰就可以了。至于 Sideswipe 的话呢，我们首先呢，它的这一次的组合包多了这一管大枪，这个大枪应该是其他的一个小车里头去拿出来的。同样的一个状况啊，白色的漆啊涂在黑色塑胶件上啊，非常的厚啊，感觉容易去掉漆的感觉。然后这一款的话呢也是一样啊，分别是黑塑胶跟红塑胶上面就涂上白漆啊。然后这两块部件啊，这两块部件呢其实就是先前的这两个家伙啊，这两个部件去把它给组合起来的啊。好，各位知道明白一下就行了。反正这一次的这个组合包里头各种白漆，我是各种的不喜欢。然后两者，一个是地球的一个形态，这个，然后这个是外太空的一个形态啊。啊，当然你不要跟我说我在地球上看过这个，这个或许是有可能的吧。它的话呢，主要是顶盖的这个部分啊，它的赛星的形态这个地方是有进气口的。然后地球载具的话呢，就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法拉利啊，是整个是平的。那么车头的话呢，它的这个引擎盖啊，这个地方凹陷的一个形象也是不同的。车头灯啊，车头灯的大小也有一些不同。然后底盘的话呢，给各位看一下，则是完全一样，因为它的变形结构呢是如出一辙的。那么在后面的话呢，这个是地球的一个形态啊，是整个是横的一条线。但是赛星载具的话呢，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个造型的一个形状，上方的一个透明部件的分布呢啊，当然也是有所不同。哪一个好看呢？其实很难说啊。我这一款的话是地球载具形态，也是不赖了啊。但是我觉得这款赛星的这个样子呢，感觉好像更炫更酷一些，而且它的这个红啊，我觉得有一点哑光的感觉。虽然说这一款的这个组合包也是有一点，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原本围城的这个出版的认为颜色来的那么样的好看啊。那么这一款 Sideswipe 的话呢，可以说是我近几年以来吧啊，我个人是最推荐的一个官方的一个模具之一，它是最适合跟新人推坑的模具了啊。那我们这个变形的步骤的话呢，几乎不用多做一个解释啊，光看这个画面呢，也就能够轻松的完成一个变形啊。这个地方往前面推一些啊，帮我们呢把这个脚底板给顶出来，然后呢这个地方这个卡扣啊前后咬合的啊，把它给错开来。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白色的这个涂装啊，还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不怎么满意啊。不对，这个地方两片要先按下去，这个头部的话往下翻下来，这个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完成了啊。既有现代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感觉呢，又有居万的一个风格在，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模具了啊。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把它组合好之后啊，扣在这里，
那么呢，这个部件你要朝内朝外就是可以啊，我是为了方便把玩啊，所以我把它黑色部件呢给顶到外面去，然后呢这个枪啊把它给握上去，这一款这个组合包系列的这个 size Y 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变形了。那我们呢相对比一下啊，围城最早的这个模具啊，它的这个白是有一点米黄色啊，那么这一次这个白的话呢则是一个纯白，但是它的纯白就是上臂、小臂、大腿啊是纯白的，其他的话呢、还有这个地方啊是纯白的一个塑胶垫，其他的白啊像这个枪啊、膝盖的点缀啊、脚板啊，还有这个腰间啊，还有这个武器啊，通通都是一个涂装的。那这个我已经提了好多次了，这个套装的白色的漆面啊我都是不满意，都是不满意的。然后背包啊，由于这个透明部件的不同啊，呈现的效果也不一样，小腿后面的造型些许的不同，但应该影响不大，主要还是这个漆面了啊。那你喜欢哪一个配色，那你喜欢哪一个胸口的一个不坏的标志呢？那么头雕的话呢，面部的表情一样，但是这一款是有点微城的这一款有点水蓝色，这一款的话呢则是多了一点点金属的一个宝石蓝吧。这个眼神的话它是比较冷酷一点点，围城这一款的话呢感觉就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酷啊，但是也是非常正义非常帅啊。那我们的话呢就简单的呢给大家呢分享了这个组合包，那也把它呢跟先前的模具呢做了一个简单的小对比了啊。严格来说的话呢，如果以鸟的这个部分的话呢神鹰的话呢是我认为是各方面都胜过这一款 Skywarp， 那么 Sideswipe 的话呢则是看你对地球载具的话呢你有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个偏好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小型的分享啊。哇，我好希望赶快回到我正常录影片的房间啊，打光啊，还有这个我各方面的资源都在里头啊，反正这几天生活作息非常的不正常。那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分享吧啊，也算维持一点节目的更新。那我们节目的 YouTube 的会员频道已经开通了啊，各位呢你如果愿意赞助我，每个月赞助我台币100块钱左右，那我会呢在每个月呢做一集啊专门给会员所观看的节目，那当然会有其他方面的回馈啊。那哔哩哔哩方面的朋友们呢你们也不用说怕看不到，一定会想个办法管道给你们去看到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